给大家分享一个正宗的平口结，又叫做五丝扣油平结，解法极其简单，方法看一遍都能够学会，历史悠久，这是一个特别实用的方法。准备一条绳子，绳子中间直接对折，形成一个双合结的绳底。我们看清啊，双合结的绳底之后，我们左右绳环相搭，大家看，搭结完成之后，我们将下方的绳环再次提拎到上方，就这样翻转提拎，形成交叉点。后方的绳兜就是要从下方穿入交叉点，后方的绳子直接用拇指推送，从下方交叉点咱们用手勾住，大家看拉伸，然后双手抓住双圈，我们这样一拉伸一调整节点，直接五丝扣就成型了。我们锁在铜嘴上，让大家看一下啊。大家看，我们整理完成套在铜嘴上之后啊，这是一桶水，轻松提拎，简单使用。